观塘道港铁牛头角站对开，有小巴在行驶期间甩辘，击中这个女途人，她重伤昏迷，送院抢救后死亡。事发在朝早9:40，一小巴沿九龙湾方向行驶期间，车辘飞脱飞入人群，警方事后仔细检查死者的物品，并调查意外原因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